我说玛丽亚，你这人可太不够意思了！侯大力在的时候，你是又亲又啃的；热乎的跟烧开的一锅汤似的；等他碰上事儿了，你这脸跟冰雹子打了一样，你还讲不讲点人情了？你的心是不是让狗吃了？请说话尊重一点，我跟你说过了，这是我的处事方式。你要是有意见，你可以走，只是在走之前，你把你吃掉的面包还给我。好啊，我现在就还你。 老宋头，你要上天吗？文文，文文，哎，你干嘛这孩子？干嘛呀，文文？你打的是你爸，我告诉你多少次了，他不是我爸，我跟他一点都不像。 华主任，你好啊，终于见面了，我是维考。我说了我不认识你了，请你走吧。华主任，我知道文一秋还在这里上班，请问他在里面吗？我不认识你，怎么可能告诉你呢？从哪儿来回哪儿去，你赶紧走吧。能让我看他一眼吗？能让我看孩子一眼吗？远远的看着就行，绝对不打扰他们。